个问号好有力道哦。啊，七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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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大家看着哦，其实这里面呢有两个三宝，来来，看着哦，注意看哦。哦，我的，来我的，哇，这个续戏的问号哎，哦，这很屌哎。首先，你猜得到了吗？有两个三宝，什么三宝？第一个，对面逆向的车子啊，然后还有那个直接左转不看路的三宝啊，哇塞，他能够直接在两个三宝面前活下来，我真的觉得是很屌，我给个赞。哇哇哇 ！Wait what？ 等等，再看一次。到底是这路边谁呀？这里。哇塞，这是直接跪在路边是卖玉兰花还是什么吗？哇，这才是真的什么跪着把钱挣了。不是啊，阿伯你在路边的很危险啊，这来个骑快一点的不看路的直接就把你撞飞了，我看你也没命脉啦，太危险了吧。大家麻烦真的就是看远一点齁，你看你会觉得说马路上就这样吗？没有就是会有阿伯在路边路口直接跪着也想把钱给挣了，不寒餐但很危险。OK， 下一个。哦，虽然是投稿者，但是我还是想嘴一下你。第一个当然就是啊，再看一次好，好 ，OK，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到底是谁对谁错。哦。OK， 我就问各位，你觉得避不避得掉？跟你讲，这是台湾人或是骑挡车车友超常出现，那是什么？当遇到车祸或遇到三宝或遇到白痴的时候，他们总是选择先拉转，就跟很多人喜欢这样，先按喇叭一样，叭叭叭叭叭，然后油门不松，刹车不按。其实你可以避掉，当然他也白痴，看到你来他还继续走。汽车有没有错？当然有错。但是我们今天看三宝什么？要逢凶化吉。以后麻烦各位看到三宝或是他突然怎样怎样的，麻烦你先自保，先回油。扣刹车，不要这边一直叭叭叭叭吹，没吹叭，然后我干被撞。有时间拉转，没时间刹车，是不是？但是感谢你的投稿，感谢你的范本。下一个，通常呢，我看到雨天的三宝啊，我就知道一定会出大事哦。这台车这么快，是他吗？是他吗？哦，不是，是吗？哦喂，啊，是。这是旋风冲锋龙卷风，来来再看看，是这个到底前面在黑色的车子是在开三小，这个视线不好我是知道啦，但是你往这个分隔岛上，这个我就是除非你是小豪啦哦，来看看，各位啊，各位客官，看到这里你就会知道多少三宝他妈开车是不看路的，为什么会撞到别人，对不对？或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哦？你看到这个影片就知道为什么了，他们连分隔岛都撞了，他哪管你人啊，啊是不是？这个回转不会被追撞吗？你看我就在哦，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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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哎哎看，哎跟你讲，这没有谁，这我没看过，这真的是我猜到。来来，再次，我骄傲，我骄傲。来来，再看一次。跟你讲，看三宝就是要猜，你猜不猜到三宝？你每次越猜越到，你就会越少遇到车祸。来，你好，你要这样慢慢的，慢慢的，不，是的，为什么会猜到呢？哦，你们这个一般的观众们，哦，来先留言。来猜看看为什么你猜到或是你没猜到，原因是因为哦，这样子在黑暗中的一个回转，然后它回转的稍微比较温循比较慢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一定会有人骑很快从后面撞它，你转太快也不是，转太慢呢又被追撞哦，这真的有时候只能说妈的就要赔啦。OK， 好，下一个，他不是 Uber 啊，是吧？他是第一人额 Uber 现在都要挂红牌啊，他是第一人额，我、哦、现在都要挂红牌啊！铁板烧在附近，看一下。我是前面那台蓝色一直按喇叭，是不是？哦哦哦，凶哦凶哦凶哦！这个人在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撞到了。
好，不要去搬了，放开了。弟弟好干哎呀！要不要看个戏？看过去，绕过去，停车，停车，停车。我不要绕过去啊！我干嘛绕过去？我停在后面啊！哎，这是乡民哎！你说在堵住，我要怎么做？我要怎么做？看戏，看戏。哎，刚刚就冷，还有多久了？我也冷很久了啊，傻笑，我也要冲下去哦。好了，我在猜，就是因为右转灯已经亮了，但是白色车子其实要直走，所以蓝色车觉得说，干你怎么那么慢，然后就直接接出去把它拦下来，说，干你冲啊小，你他妈的赶快不转，你先跳高耶。哦，我猜是这样，猜是这样。哦，但是呢，不管白色怎样啊，我觉得都有点两个三宝啊。还有你这个投稿的，别给我开，别给我看戏，真的有时候就是车祸就是这样哦，就一直看戏，一直看戏。虽然因为有你的戏，我觉得这戏蛮好看的啦，好不好？下一个。哦，又来又来又来了！哦，头很有美白 ，Sky， 头很有美白。哎，为什么最近常收到这种就是骑车蛇形的三宝啊？你们有在路上遇到过吗？哦，快转快转快转了！来来来，看到遇到这个，哦，这个闪避。很棒嘛！泰英姐说：“我一定是因为我很会蛇形，所以我闪掉了。”我还有哦，这影片多长 ？OK， 来来来，啊他嘞，他嘞啦，最好给我一个 happy ending 哦。就这样，好，这边我只要嘴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蛇形就是他妈你家的事哦，我尽量闪你远一点就好了。但是来跟大家讲一下，来看到没有？这白色车子回转。跟你讲，千万不要像他一样这么窄的道路直接跨双黄去超他的车，因为你像他这样子都不减速，然后直接很帅的蛇形过去，假如对面有车，你就直接撞下去了，这充满太多死角了，这台车挡了整条路了。不要像他一样，他这样子做呢是他命好，他还可以现在在那边蛇形也是他运气好。 OK， 来下一个。哇，这个就是我被拍超速的地方啦，想到我就气啊！哎呦，这个地方是逆向吧？你是逆向吧，大哥？哇操！哎，来来，这个时候，哦，哎。在这种地方逆向啊，根本就是杀人。你觉得你是方便，但其实你有可能是伤害到他人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方便可能伤害到一个人，这是很多三宝他们不会去 care 的东西。OK， 跟大家讲一下啊，基本上这集的影片不是啊，开玩笑的。来，倒数两个，啊？对啊对啊，哈？可以告诉我这是哪里吗？连续两台车逆向，然后大家好像都觉得自己没有问题一样啊。这些人三更半夜的，然后一直逆向。跟你讲，看到今天的三宝就知道了，很多都是你无法控制的。你觉得逆向是不是一件很夸张的事情？你会觉得逆向很危险？会，但是就是很多三宝会逆向哦，还不赶快去旺旺有联保保险？OK， 好，来最后一个，这是哪一？这驾训班？哇塞！哇，这个倒车直接给他驾照了啦！他这个倒车，哎、欸，不是技术层面直接给他驾照，但他接的行为不可以给他驾照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